的胸膛中坚强的生长。经历过波折，见过花开又花落，在艰难之间穿行，在险阻间走过，穿过街头巷尾之间寻找多一些收获，期待每次医治病人康复那一刻。问问问切治疗头痛发热，救死扶伤绝对不出差错，药方医术太高明，中医博大精深高深莫测，疑难杂症全部都搞定，药到病除原来只需片刻，技术加上草药的完美配合，也有苦口吹嘘患在过程走漏，只为这一颗医者仁心，哪怕平常再多苦涩。积极脊椎搭配勇敢力量，小心姿势能够察觉到周围的异样，只要发现半点可疑的迹象，分裂的奇迹姐妹中心没有丝毫避让，生死相依相偎相顾的依仗，前途有破浪的冲撞，屏障的闯荡，在这条充满荆棘的路上，虽然变化无常，就总能安然无恙，有你陪我一起飘荡，有你为我指引方向，有你不怕路上跌宕，有你总会看到困境中的希望。眺望远望远方，路依然漫长，满眼星光荡漾，思绪般流淌，逆流而上，风浪也无法阻挡，在逆境中生长，追着光却说是那一份倔强，穿过黑夜的漫长，不再彷徨碰撞，不退让不回望，坚定着希望，痛与伤都已经成为了过往，命运伤痕在流淌，依然盼望远方，在前方是梦想，散发着光芒，飘一方会举成独特的芬芳，驱散病魔的抵抗，驱散绝望，晴朗的阳光照脸上，幸福的模样，一路上感谢你陪伴在我身旁，双生花在绽放。